记唔记得张糖纸？30年前我喺街边饿到差唔多晕低，系你出现俾咗个面包我食，仲请我食咗粒糖。后嚟我哋再次喺月星村嗰度相遇，虽然我哋唔认得大家，但系总算系一种缘分。我哋之后虽然再分开，直到而家先再见翻，但系好彩，原来我哋仲系咁爱对方。英华讲得啱，我哋喺埋一齐系上天注定。英台，我梁山伯应承你，以后无论发生啲咩事，我哋都唔会再分开，今生今世我都会留翻喺你身边嗰度照顾你，帮你遮风挡雨，等我翻嚟。Masco， 你唔会有事啊？你唔会有事啊？点解你要咁傻？你要帮我挡啊？带我翻天南市，带我翻天南市。我以前都系英台，带我翻去。我哋会，我会。麦狗，头先 Masco 佢帮我挡咗一枪，佢死咗，对唔住。丽月，苏老板，丽副局长，多谢你安排我哋同罗敏欧见面。大家自己人，唔使客气。对唔住啊，苏老板 ，Max 哥佢系个英雄，佢为咗救我，佢先至。对唔住。呢个陀标，佢临走之前交咗俾我。临死之前有冇讲你啲乜嘢？佢叫我一定要带佢翻天南市，因为佢应承咗你，佢会翻嚟见你。苏老板，我会尽快安排张先生嘅遗体运翻天南市，请我顺便。唔该晒。三伯，点解你咁忍心抌低我一个？你舍得我啦？原来照旧系餐蛋字，点知啊？仲系餐蛋字加奶尖啊？点解个水杯要摆翻喺个印度嘅？咁有个印啊嘛，咪放翻喺度。
祝英台，我梁三伯真的很喜欢你。你是英台？是我，我没死到。成真一秒风刮起，瞬间发现你一定要醒翻，你不可以死的。爱你没提起，只想要留初次，我只一定来救我。将一切悲喜都舍弃，你应承过我，话你会翻。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你做不到英国嘅朋友，你哋好 ！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而家无论系透过网站或者系 TVB Anywhere Plus 嘅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嘅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系我哋用户嘅朋友，就快啲 scan 呢一个 QR code， 同我哋嘅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！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， 收看 TVB 精选劇集精华。还有英国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最新推出了一条专为你们而设的 YouTube channel TVB Jan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带给你们，记得 subscribe 啦。